とっくに終わったの。现在我心里挺乱的，也许等过一段时间，等我安静下来，我会好好听的，好好听你心里的故事。其实你不必担心，那些故事早就已经结束了，它不可能再有其他结局了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早就已经结束了。とっくに終わったの。早就已经结束了。早就已经结束了。早就已经结束了。とっくに終わったの。早就已经结束了。早就已经结束了。早就已经结束了。